天哪，是你去内室还是我去内室？咦，裤子要掉了，文平啊！啊，好吧，我承认我跑不过你。Hello， 我是王暖。Hello， 我是杨美丽。今天是我们徒步青藏线的第34天了，现在我们距离格尔木还有120多公里了，因为格尔木那边现在还是封城的情况哈，所以我们不着急赶路，每天也就走个十来公里。刚刚平安看到老张的车过去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撒着丫子跑，刚好这边是下坡，给我累得不行了，太累了啊，累死狗没有。好、哦、哎，你这身上怎么是有个黑色的啊？张哥睡出感情了，你看睡了好几天，睡出感情了是吧？你是不是要改名姓张了呀？啊，围了两天撞了玉珠峰，慢慢快看不到影子了，现在海拔4000，这边已经有山了，也有草了，不再是那么荒凉了啊，然后一路下坡。这走的是越来越慢了，不到6点就到了扎营地，走了不到13公里，这边是一处比较空旷的地方啊，离那次台还有15公里。温暖啊，快点你过来看啥好东西，狼哥买的，我去，高虾肉50块钱一斤。哇塞，这买多少斤啊？不知道，可能两三斤的吧。拿钱给他呀。肯定要给他。哇、哦，了个去啊！这是肥的吧？五花肉吧？五花肉，51斤啊！我去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这还减肥不？啊！你不像减肥吗？完全是，哪根去了？不是吧？香吗？我重新卤了一下，好好吃哦！美丽也来块。今晚不吃晚饭的，好家伙，又被勾引了！你们天天不要勾引我，行不行？最新消息，纳什台那边堆了很多人，都是往前走不了，然后因为口罩原因过不去了。然后很多人，对，都是在那里开车的、徒步的，在那边搭帐篷。那我们怎么办嘞？就是问你怎么办呀？纳什台过去还能走吗？不行，纳什台过去，那过了纳什台什么都没有，比这更慌，卖东西的都没有。再往前去的话，南山口检查站堵了，他们说堵了好几公里，堵了3公里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嘛？5个小时，开车5个小时，不知道，所以就现在怎么整？最多走的纳什台，徒步可以过去，车过不去。好多车都不走了。那纳什台前面几公里有没有合适扎营地吗？哦，那边我没去过了。你去看一下前面有没有合适扎营地。他们说前面很慌很慌，昆仑大峡谷那边超级慌。慌无所谓，没事，咱们慌，我们人过去他就不慌了呀。哎，也对哈，我们这其实有一个停车场，就是怕人多，不是怕人那边不那边 不人多地方咱们不扎堆。我们现在离纳什台有15公里，这样子，咱们明天就是先车去先前面看一下，过了纳什台之后几公里有没有合适扎营的，那边取水也方便。对。荒芜没关系，只要有合适一个大的一个平台，咱们可以扎营就好了。你看，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荒凉的地方啊，虽然看不到那个戈壁滩了，但这边山都是山秃秃的，光秃秃的，啥也没有。啥也看不见，你看这边风沙还特别的大，过来风特别的大。老蓝还去买了冰棍，2块钱一根啊。好，现在买5块，给我都给我5块。5块。拿半根就行了，分半根，我不吃那么多。你就拿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跟他们分半根，就分半根。蓝哥去纳什台那边买了一些肉，还有老冰棍，还有点纸回来。不要。然后那边的话就是现在已经没有物资了，超市都被搬空了，哎，现在真是太困难了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物资，我们还有挂着的2只鸡，还有这点萝卜，还几个土豆，还几个
就这些了，所有的物资的就是这些了，没有了。咱们现在所剩的物资哈，不知道还能撑几天。虽然每天在路上都看到有车来车往的，但是实在是联系不上人帮忙带物资了。咱们每天11个人要吃两顿饭，虽然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但是每天还是有肉吃的。但是过几天就不知道了。现在格尔木那边静态管理又延迟到了29号，从17、18号开始吧，三天，听前面的朋友说，南山口就是进入格尔木市区的20公里外啊，已经堵了很多车了，现在只允许上高速直接回家。而前两天给我们送物资的老乡啊，现在被堵在高速上好几天了，也没有食物了，就挺难的。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还有食物可以吃，但如果格尔木一直不解封的话，过几天我们也会弹尽粮绝的。在这荒芜的大戈壁上面也没有什么草木可以挖的，然后呢也买不到任何的补给。唉，我现在还真担心过几天没有吃的了，我们这一群人应该怎么办。这是我们最后的三个瓜，现在在切肉。哎呦，这肉看起来香哎，50一斤啊，肯定是肥而不腻的，我想。看一下，这把孩子们都馋成什么样子了啊！口水都流出来了，现在。啊！这个肉好偷吃。哇，这肉好香啊！你也受不了了呀啊！把狗粮应该喂了嘛，水喂狗粮嘛。现在平安的狗粮也还有一点了，不多了。然后嘞，咱们这个食物哈，能撑几天算几天吧。因为现在让大家节约食物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种蔬菜疯狂会坏的。啊，燕姐现在在做饭了，燕姐真的太好了。哇，这个火锅不行了，香得很啊，香得很。拿出来它是双笋的炒的，特别下饭啊。今天晚上就吃一个菜哈，乱锅炖的，然后剩的这些菜呢，明天早上煮面条吃吧。现在省一点算一点，能省则省。牛叔吃饭了，快点吃饭了。然后现在开动了，豆腐乳。辣不敢吃。开动开动开动。没有，直接凉吃了。来，来。每天都上演抢饭大战，抢饭要不要烧个摊？真的烧个紫菜那个虾皮摊。你喝点汤不嘛？我烧点汤。行，那我燕姐喝点汤不？你吃饱了？没有吃饱怎么办嘞？就只好再给他们补点面条，然后煮点汤了。我们有海带，有虾皮。哎呀，再打个蛋，只能打一个蛋了，多的都不给了。哦，唯一个鸡蛋。那搅吧，差不多，还没吃饱的。这谁的碗呀？我们美丽的碗，吃面不？喝点汤就行了。喝点汤就行了。嗯。哎呀，全是汤！给我下面捞点干的嘛，那虾皮儿啥的。鸡蛋也看不见，11个人吃鸡蛋。美丽说的太这样太稀了，太稀了嘛！啊，相面了还。牛叔，好家伙，确确实实是没吃饱啊。我喝点汤就行了，我不吃。不用洗了。不用洗了，不用洗了，不用洗了。哇！我要汤，我要面条。啊，你要汤啊？下面的底下的。没有炒的，只有稀的了。哎，那儿呢？你自己捞点得了。捞。来汤。啊，捞。这是开饭。哎呀，这个是烂米饭的。给我留一碗。哎，你要喝吗？一锅汤又抢完了。都吃饱了吧？刘叔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美丽吃饱没有？都吃饱了哈。啊？将就就多喝点水。
哎，都吃饱了啊。田娜，你吃饱没有啊？人家说我他妈还没吃呢，能不能给我一个？吃了，刚刚吃了狗粮了。